小时候求学的阶段是我爸爸一手带大的，那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们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阵子，爸爸他那时候比较不会煮饭，每天煮鸡丝面，就是电磁炉，真的是每天吃哦，大概吃了一年吧。吃到后来呢，我对鸡丝面都非常大恐惧。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。爸爸发现其实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不太好。爸爸开始询问呢，我的奶奶啊、姑姑、阿姨，任何我的家人们。到现在呢，已经过了好久了。爸爸已经开始会煮了很多的菜，然后他还会自己研发一些小菜色，比如说腌的小黄瓜，还有卤控肉啊。苦瓜包肉啊，工作不忙的时候，我都会在家，然后煮饭，然后等爸爸工作忙回来，煮饭给他吃，换我给爸爸这个爱的味道。所以我想要跟爸爸说，爸爸谢谢你，然后我爱你。Just enjoy the show. I want my mommy back. I want my mommy back. I want my mommy back. Just enjoy the show. I want my mommy back. I want my mommy back. Oh, I want my mommy back. Just enjoy.